以我三十几年的经验，自己创造说把半桌的研发成小吃，其实我会成功也是靠我女儿。一家店的成功哦，靠团体的一起努力。什么好吃就弄什么吃。泰国虾它就是一个南部人喜欢吃的虾子，客家小炒的基底以外，还会有虾的香肠，然后更多的汤汁淋在那个白饭上面。每周六日晚间8点，台湾百味。